访媒爆料，章子怡已怀第二胎，并暂停了大部分工作，将全面休息，安心待产。而汪峰方艺人私事不清楚的回应，也是模棱两可，耐人询问。但今日妻子的《浪漫旅行二》曝光一组最新的章子怡剧照，照片中章子怡身穿一袭紧身的大红两片长裙，脚踩一双细高跟，身材纤细匀称，仪态美艳动人。据了解，此组照片正是拍摄于四月初《妻子二》节目的收官录制，章子怡还与汪峰贴身热舞，较大的运动幅度与紧身着装都丝毫不显孕相，两人此番举动也是力辟怀孕传闻，看来两人的二胎好事仍需等待一段时间。